咩啊？明明咧個司機今日車我咧就去遊，我想去元朗嘅，點知去到沙田隧道咧就爆胎，跟住咧而家就俾個師傅嚟換胎啦，嚟到九龍城城南道。呢間叫做百好交流電池，嗰個老細又好好嘅，又平，所以你哋有咩嘢嚟換胎，你又揾佢啦。跟住你話同你賣廣告喎。你話陳小姐介紹嘅，就會平。使佢咪講我啊？唔得啊，已經做唔切啦嘛，啲生意啊。好啦，係咁先啦。我同佢細佬都。这个位置在哪里？这里是九龙塘创新中心的沙发，今天想着去行山，但天气太热了，三十几度，不想中暑，所以呢在新界兜了个圈，兜完圈之后呢现在来一个歇一歇脚，一个来一个下午茶，歇一歇。这餐都不差的，都很丰富的，我们在 Case 有一成，这个挺漂亮的，43.5而已，你漂不漂亮？贵过九龙城，贵过维康，维康就23元，下次来这里买吧。买这个鱼头吧，挺漂亮的，这个鱼头58.4元，你买回来明天给你焖。豬手啊！阿你咩啊？88元一個。哦，好大，好大隻。嗱，買咗呢只豬手88元啊！你又唔食得，食得買嚿俾你食啊！下次啦，下次啊，你啊食豬肉啊，食一嚿啦嚇。喺呢度買得啊！即係好似呢袋咁咯，咁樣呢袋咯，喺呢度有嘅，嗰次喺呢度。Cindy， 你買咗啲咩啊？呢度買啲廚房紙啫嘛，去咗揾蜜蜂啫嘛。
拆了。啊，跟人家一样。